次又要去停有树林的停车场了。黄色车出来，来过第二次，刚刚还是排很久，终于轮到了。对，好，五十。这没有券啊。这里。嗯，对。加姜的水果，你想吃吗？有。南果天家里可以放多久？放冰箱，一个礼拜以上。找人少的地方再来吃。200块给你，250的卖你200块。你要什么口味？这是芝麻的。嗯，哎，那原味好了。原味的，我也觉得原味。那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比较松软，黑糖味比较浓郁。哦，你要哪一种？生糖。你要圆形的还是要方圆形还是方形的？圆形。圆形。我有颗装片，我拿一下。哎，妈咪。是然后焦化生年糕，那很好吃。年糕，哎，都手工做的，纯手工做的。哦，嗯，纯手工做的。要不要吃？好啊，那你那怎么卖？哎，这一片吗？小片的吗？这50块。50，好啊，那来一片。好。那你萝卜糕怎么算？1斤50。1斤50，那这样子一块大概是？1块大概120左右。哦，还蛮大块的，哎，130，130，嘿，130。来，再别来，我先帮你拿两个，对，就145。好，不要排了，还要袋子吗？还是直接装？不用袋子，不用袋子的话，对，帮我捆一下，谢谢。那个萝卜丝的呢？那萝卜1斤50。你把它放进钱包里。对啊，他们比较贵哦。年糕，花生糕，你放进了红豆糕跟红豆馒头，红豆红豆年糕，70块啊！哦，好重哦。对啊，很扎实。那请爸爸拿了，越来越重了。跟爸爸，香菜超漂亮的。还长呢，还长哦，还久大学嘞，还长呢。一把香菜就好。我找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那个小小罐的，对，啊，喜欢可以再。需要买这个糕饼。妈妈买那个。好，你看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吃啊？爸爸一定会吃。要不要买这个凤梨球？好啊，买凤梨球。菜，生菜。对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我们用客庄券付款。好，谢谢喽。好，放进环保袋吧。它只剩什么？放5个。那就买1份就好啦。我们还要吃别的啊。看今天在上面。我们买了吗？买了。哦，好累的。懂吗？要不要吃什么买看？马吉。想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买一盒马吉。还一盒。马杯啦。那是马杯酒啊，是没别人啦。这家榨菜上次有买过，国菜。
水晶饺了，水晶饺，彩虹水晶饺。刚刚买了鸡蛋糕，它面粉很扎实哎，我觉得是古早味的味道，虽然不是很湿润，但蛮香的。嗯，扎实的面粉，毛细孔都比较少一点。你这一盒多少？那个230。两块。一盒230。对，来，再加麻鸡哦。那个最好的帮你。麻鸡哦。那一家在璞玉雷茶斜对面，上次我来这边买过葱油青葱酱做的，就很好吃。这次老板说葱价上扬，所以就没有做了，不过我还是来买了其他的。那青葱的太大，这一罐多少？300。哦，有小罐的吗？春红葱头哦，一片一片的。嗯哼，这是辣油的吗？辣椒酱啊，辣油的辣的，加油的。嗯，吃牛肉面的，吃面的。看一下，吃面加这个。嗯哼，好，谢谢哦。先吃。等一下哦，这个是酱味的。这个是酱，辣椒酱，酱。这没有加水煮的。哇，嗯哼，纯的。可以了，谢谢。那个就不一样，外面买不到的。那个一个，嗯。有这边有辣酱，这个是酱油膏，辣椒酱。哦，这要蘸酱的。你要什么酱？我要酱油膏。刚看就是这两罐辣椒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看哦。加酱油膏更好吃。对啊，超好吃的，这是那种萝卜糕，然后里面有加芋头。嗯，双重享受。这次来北埔就是要玩这个，3盘100元。三盘玩具比较好。好，那我要三盘。我们来看这只狗狗，它尿很久，它这边尿尿尿很久了，它尿了好几年了。对。你可以啊，那可以生吃的。炸蘑菇糕，外面的果粉是蛋跟面粉糊而已。
香香的就好了，要不然等一下真的会拉到身体了。